好吃，再吃个，哎呦，这下面也太可怕了吧！吃铁给你们吃，哎，我过来，还没的，还有，下面还有过来，我们还有很多，我们过去喂花，超多只，这花都死掉。把花胖死，喂，饱死。来了，全部来了，还有，快点去喂，喂饱。又不要吃饭，吃饱还是睡觉？都来了，原来这里有花。啊，好吃。你看这里有这个，你可以把它移走吗？没办法。哎！灭团啦！又灭团啦！我就看到前面就有了。哦！哎，你为什么不偷看？掉到缝缝里面有火啊！这游戏怎么这么难玩啊？哎，你把那个。我怕哼哼，哎，你们可以死了，真的吗？真的吗？确定啊？我还以为你们已经死了呢。有，等，下面有的吃，来。哦，有的吃，有得被吃。有的可以，其实他刚刚是在跟花讲话啦。我在跟花对话的，不是，你有看到右下角有那个啊？哦，想办法。有你能够，死掉了。可以拿把你把它抽出来。还有一个大坑。这游戏是死亡重生。我想如果拿那个色花会怎样？不用啊，小心你们的位置被算了，你们放生我好了。没有，你那个灯可以丢，我们要用那个团队的力量把那个球球给吃走。有，我看到，阿炳直接下去往右啊，不行，太快，可以，团队的力量，上不去，被撕掉了，差一点，灭团，又灭团啦！小雨，我在哪？不行！啊！我一复活就在这里，也太恐怖了。我觉得我们要量力而为，有些事情是我们做不到的。是，你就好。差一点点，就在底下而已，好哀伤哦。哇，搞笑！好难过。给打掉了，打掉的啦。猴子。对。哎，这边要。远哦，哎，不够，你要拿板子，你画面为什么？是我吗？对啊，不，回来，你有
米去最左边，你怎么嗨？哈哈哈有点难弄。你要弄短一点吗？这样不知道可不可以。哎，我知道阿米啊，我知道了，我知道了，都不需要，都不需要。嗯？对对对对。水来了，水来了，又没水了。你滴光了，你的水滴光了。水来了，水来了。够了，够了。啊，都好啦。噔噔噔噔。又是什么神奇的花？哎呦。吃完了，对，我都吃完了。好好好，这个为什么会亮亮啊？这里还是萤火虫吗？好啊，萤火虫。萤火虫吧，你们要跳过去看看。它感觉就是不妙，不妙。真都不知道是想来干嘛。它吃了什么东西？这个、花是不是会抓那个灯啊？你看他在吃那个灯。哦哦哦，你可以用萤火虫吸，就是快快快，我吸引他注意力了。等等等等，因为他上面没有萤火虫了，那个灯上面没有萤火虫了。哦哟，这样弄过来吗？哦，嗯，哎、欸，快准备了，准备准备了。酒太短，酒太短。不行，跑不够快。我在看萤火虫啊！哎呦呦，喂。没有，你要等它咬的那一场。哎，有了有了有了，有它有那个控制感，控制感。它是地上。六八移走，八移走，快快快移，快移动。哇、哦！多了一个小不拉几木板。小雨左边还有一颗。嗯嗯，那个箱子的左边。他在吃萤火虫，是不是？他还在吃，他还在吃。我可以回归了吗？我在跑，我在跑。我可以死亡回归了吗？我在努力跑，我在努力跑。八级，前面不要，不要，不要！在干嘛？小雨这里没有那个了，那没有那个点了吗？没有，矮一点。太远了吧？没有。对，更左边没有吗？对，再过去应该有吧。这边不会傻，这边不会。没有啊，有了，好远哦！妈呀！怎么？哎呦！谢谢，谢谢，谢谢啊！哦！耶、欸！八级哦！惊讶。阿比你不行，阿比你不行，阿比要回去吗？高子枪，你要相信你自己不行。好个激励人心啊！你真的不要相信你可以啊 ！OK OK， 我没有相信我可以。你听我说，听过，听过。等下三个人都到再打。我下来了。哎、欸，小雨，我们两个可以。哦，漂亮漂亮。哎呦 ，safe safe safe， 前面可能会有，我控住。哎、欸，碎碎碎，砸灯了，砸灯了、欸。我控住，我控住，打。完美完美。我控住，我控住。我控住了，我控住了。小心小心小心。他有盾，他有盾。小心。哦。啊！加油加油加油！有有有有点有点。只是你可能不是这个我那里有点，只是你要越过他们，没问题啊，没问题，又死了，所以这两个要干掉哦，超艰辛的，妈呀，有够艰辛，我们玩个游戏。
哇，死掉了！为什么？这么难呢？OK， 妥妥的。跳过来。为什么？不行。好，帮我挨一个。我又回归了，回归了。我玩这游戏特别的期待啊！到底是为什么呢？这是路吗？为什么呢？这是。金。觉得为什么呢？这个有拉了吗？没有拉。拉了，他们为什么看到拉杆都不拉一样？为什么卡住？之后他会再掉下来。对，没有拉，可能要有一个人负责拉。你要卡个箱子可以吗？旁边是旁边。卡的箱子吗？右边。我家外面开始下大雨了。好无作用。哦，上面可以过。好，上面是可以 keep 住的。这好远哦。远啊。阿炳可以过去。这有点。来，小礼拜。要阿姨了吗？不是啊。你可不可以？拜拜。你可不可以把那个门拉起来啊？底下这里可以拉吗？没有办法。没有办法啊！我能帮你的就我会找到出路的。好了，可以。我已经找到出路了啊！找到了，肉食植物。那里没有出路啊，很危险。不要那个灯啊！这感觉好可怕。还有萤火虫可以弄吗？没有啊！我等一下买个叶子。我抓花样，可以这样吗？好凶哦！我还不接受瘙痒。我知道，我们三个人冲，总会有一个人活着。走，一起冲吗？快吃我，哎，我这边有过，我这边有过，我过，哈哈哈！不行！怎么了？我还在这里耶。Hello。帮我！爷爷死掉了。帮个！你背后。走。不要！挖你！我嫉妒他了。哇！好，阿比冲。这是什么亮亮的东西？耶，死掉了。可是它附近有萤火虫哎。不要错了吧，你们够了，臭哥布林。等一下。欢迎风格，加油。可以吗？好，不要看。加油。头上有点，对。啊，有，上面有点。有点。好感人呀。那先走那个啊，走右边上，要不？上面还有东西吗？这个这视角好累啊！这视角好和平哟。走啊！哥布林，走开！这边有灯。哎呦，我过了。二爷。二爷。底下是什么啊？生日快乐，感谢你的玫瑰。不过，还有水。要那个吗？有问题。好。哇！金！
哦，哥哥，靠我了！回头来得及，来不及。可以卡箱子之类的吗？没事没事，只是下面。死掉了，上面有那只哦，小心。 I'm so smart， 头被困住了，肯定自然会帮我找到出口。满载金，拜托，有过了啊！ 我一眼就看到有两个人耍白痴，真是啊！金，左边有点，左边有点，在干嘛？ 大的水灯哦，我这边在下大雨，超大的雨灯。对啊，我都快要听不到你们的声音了。还有关机的话，等一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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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哈哈哈哈哈！这游戏真好玩啊！ 啊！水好大！啊！我快听不见了。对啊。需要关麦吗？好吧，阿吉告诉你。巧克力不是说要跟雨沟通吗？对啊，哎、欸，小雨，这大雨啊！请你代替跟我，帮我跟我家的雨说话，请他行行好，小声点。啊！ 来到神秘的地方。哦，紧急！啊，没事。这里有路，那下面刚刚也有看有路啊。掉下来了。喂。哦，我又要重爬了。呀！耶，死亡回归了。好，飞。 上吧，喂！哎，没关系，我自己上来。快动什么啦？老头子都比你厉害啊！身手矫健的老头子，直接把东西吸过来。哎，吧唧吧唧吧唧！不要想不开，不要想不开。我这个老头子好冷啊！不要想不开。 对啊，你把东西吸不来，还可以把它推出去嘞，酷炫！那你吸它，你太远了，太远了，太远了。嗯，有过来了。它会粘在一起，我把它弄的话会粘。哦。上不来，上面那个卡住。 哎，哇，金金金！哎，到底呢？我被烧死了！控制他，控制他，控制他！哈哈哈！到底？哎，还好在这里。哎，别再来了，妈救！还有一只小哥布林呢。 伙伴，不要！伙伴的力量，我需要伙伴的力量，我需要。哇！不要跑！哇，太好帅了！太好帅了！红花打他。
哎，你巴西哦！现在看看那个伊犁 ，OK。 哎，没死掉了。哎，有，复活。哎，可不可以其他？哎，卡住了。哦，这个更加危险。是。上面好像还有东西。有，下不来。鱼哥，哎，去背个鱼哥。 瞧不到，上面的碰不到哎。耶，死亡回归。哇，弄不下来。对啊，我们一直努力的想要把它弄下来。哦。哇，哎，不错哎。<笑>我下来了。<笑>好了，我可以自杀了。我们走了。 哎，知道了，知道。哎，这里有疙瘩，有疙瘩。呀呀！啊！不行，不行，不行！这边过不去。哇，可以推箱子下来吗？这边是不是还有个箱子？需要阿姨。可以，可以，可以，需要阿姨吗？有点困难，现在这个处境。哎，我需要。还是小雨好。 来，那个查一下。哎，哦。这游戏好痛苦啊！<笑>尤其是你的队友。是。给他下面马打很高。不是不是，你要干嘛？你要干嘛？我要上去了。上来上来。啊。这底下有好多。多难啊！多难啊！ 没有，它下面那个好像是，这是不是又要用水啦？哎哎，哦，又是你，又是你，又是花花，又是花花，我上不去，这没有灯，它那个花花超烦的，用水用水，对啊，哦，让它这样，哎哎，你怎么了？我忘了。 哎呀，痛！<笑>要长高了吗？还是不够？有吗？有水吗？啊！我打到了！哎！不行，小雨，你借我站！哈哈哈！移动也不能太快。 没事没事，还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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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<笑>要长高了吗？有，长高了，长高了。好吧，哎呀，专业送水员。哇，水大师，原来是送水流大师兄。<笑>哎，我跳过来。哦。懂了吗？懂了。这边有一个木头直接下来。哎，行。哦。
这是什么巫术？喂，这是什么巫术呀？哇，哎呀！哇，怎么了？没有了，我奔跑了。你奔跑会让它爆炸吗？对啊。<笑>很可怕，所以平常都不跑。看阿比台猜南部天气，我不在南部啊，我在东部。 一个感觉，哦，好累啊！<笑>我感觉玩这个游戏特别的疲惫。<笑>我觉得我快要累死了。上礼拜玩完之后，我整个呈现废物状态。<笑>玩完之后再玩其他游戏都觉得还蛮容易的，这样。<笑>这里亮亮，有水吗？不是下面的人会死。哦，下面会死掉，下面有那个蒸汽。对啊，下面那个土。 箱子可以打掉了吗？上面有东西耶！哦，上面又是水，就是它会烧起来耶。酷哦，它可以装水。上面有水，上面有那个。上面有水啊。嗯，有那一颗。啊，我知道，把它打下去，把它打下去。这样有水了吧？爆炸！你要接光，你要接光，你要接光，阿比。原来是我吗？ 你挡住了。OK。哎呀，原来植物长在这儿。哎，巴西，<笑>你在做什么呀？<笑>我怎么知道？爆炸！等一下爆。不妙不妙，<笑>不行，它要一个固定的节奏。它要爆了，它要爆了。 它为什么会爆、啊？那是炸弹吗？炸弹，好像是。它上面有一个骷髅头，你不要吃的。哇！哦，好好，你有盾哦，我可以跟你动吗？<笑>啊，死掉了！<笑>我可以直接等死亡回归吗？<笑>